位姓名，依照。阿嬤。发生什么代志，秀霞？啊，你还来伫遮咧？阿嬤，你去过遮济庙，拜遮济神，结睏的时，煞拢无平安。哎呀，我只不过是伫睏眠梦尔呐。阿嬤，你去庙里拜拜，求好运的时，要控制咱，只有耶稣会拯救咱，予咱自由。咱台湾人哦，毋免你阿斗个神与耶稣，你去睏。妈，你好好睡啊。阿爸天父，请你帮助头的，唔通阁伤害阿兄，卖当让阿兄卖阁签着合彩啊！嘛，请你帮助阿爸甲阿丽啊。因的感情会当较好咧，互因的心软软，会当受感动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小吉，我们今天去游泳好吗？我今天想带你去游泳。咱就要想办法，看下当互恁阿哥吼离开遐个干阿要食唔讨趁遐个朋友。阿爸，我会替伊祈祷，请耶稣带咱斗三工。你敢真正相信你伫拜迄个外国神耶稣吗？是啊，自从吼我信耶稣、读圣经了，我个性命就那么共款安尼。啊，要帮衬啊！加减啦，啊，咱吼就知影咱有一个我靠就好啊。阿爸，信耶稣真正好啦！哎，今仔咱就开始知影吼。对啊，哎，今仔财政开奖，你看卖啦。嘿。讲。啊。那就无对呢，无对。无对啦，啊，无对啦，无对啦。会讲代志啊？会要赶紧来走？是哦，你要走？阿头诶，明仔载最后时间就要还我。啊，我明仔载就还你啊啦。哦，要明仔载要还我。嘿啦，啊，若无还我，我剁脚剁手啊。问啦，我明仔载一定还你啦。够有影？真诶啦。阿丽啊，你这么是在创啥？我咧甲你讲，你都无咧听哟。你是嫌我伤老的哟，袂当做恁翁哟。阿爸，你来拢无咧厉害啦！卖遮歹啦！你是歹的，就是安尼来听，大家就做些代志安尼。我叫伊卖做迄个代志。阿这么是咧甲我教哟，你要甲我讲一寡耶稣的故事哟。阿爸，我会甲教啦，伊只是足想厝的，所以心内足艰苦的。你是我用钱买回来呢。爸，伊是爱你疼惜伊，毋是安尼甲吵架啦。真啊，啊你这面卡安尼？啊，着目口欠人足侪钱的，啊无用人，人要剁脚剁手啦。剁脚剁手。啊！你什么时开来搁变安尼？我较搁有迄钱通互你。唉。
玉婷，我甲你讲一个故事哦。有一个人，伊足好个，啊，伊身躯嘛足勇个，啊，毋过伊足可怜个，拢无朋友。伊个名叫做撒该。撒该伊真有钱。有一日吼，耶稣去到一个所在，足济人拢足想要看伊个。撒该伊嘛想要看伊，啊，毋过人有够济。撒该伊阁足矮，伊看袂着耶稣。后来伊发现讲有一张树啊。伊专爬去哩树仔顶，想要伫树仔顶等耶稣。伊会当爬去哩，表示伊个身躯绝对是足好个。耶稣来到树仔脚，伊举口甲撒该讲：“撒该，你紧紧落来，因暗我要带恁兜。”撒该全足欢喜个走落来，啊，毋过足济人拢足生气个，因为撒该个遮有钱，是因为拢甲大家捡东西，互大家生活拢足歹过个。迄个时阵，撒该阁徛伫耶稣的面头前，伊阁甲耶稣讲哦：“我要将我的财产一半帮助遐个善恰人。假使讲我若有讲歪，甲人骗，我就要死背向伊。”耶稣伊阁甲撒该讲：“今日叫要恁家恁兜，我来就是要拯救啊，阁有臭罪失丧的人。”玉婷啊，今日故事讲到遮。你想是安怎撒该会改变呢？因为伊有拄着耶稣啦。是啊，因为撒该伊有拄着耶稣，伊知影伊毋对啊，所以伊的心内足艰苦的。虽然伊的外表看来是足有福气的，啊，毋过伊的心内是足空虚、足可怜的。我敢会使做一算？会使。爸，欸，啊，你哪知影这个故事的答案？嗯，我知影，我对阿丽也无好，我嘛无帮助恁阿兄，我足济代志拢无顺利，我心内无平安。我看你吼，拄到遐尼济代志，嘛是遐尼快乐，也无烦恼。阿爸，再等我回来，咱再过来讲。我即马有代志，我先出来去一下。你搁相信我一遍啦！我一定会着死青的啦！无可能啊！你钱无先还我，我哪要搁借你？啊！我想着啊，我阿姊吼足好个啊，我会使甲因兜的阿伯门甲开开。啊！你着揢我倒，叫我去揢。阮兜的人唔相信我啦，伊会认为是我偷客的啦。啊！我嘛无相信你啊。再把车开回来，我一脚袋也袂记得摕出来，你入去帮我摕好吧？好啊，啊，你放伫倒？放伫桌仔脚。